搞错了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才是。图片先欣赏一波。进入主题。真是很意外啊，这个双出的声浪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完了，我们这里还可以加一个消音塞啊。你们觉得这个双出声音如果是太炸了，想要低调一点的话，这个位置加一个消音塞，完了之后它就能接近于原厂声浪的一个声音出来。这样的话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外观啊，声音呢也不炸，这样的话会比较适合日常骑行。